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，我上网买了这个日本的超酸口香糖。会酸吗？还好，一点点酸酸，一点点吧。有没有咬啊？就很酸。你吃哦，它每个包装上面都是这个脸呢，好惊讶啊！有没有咬啊？怎么这个不像柠檬？很好吃的、啊。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嗯。酸不酸？你很夸张哦，没有那么酸，不会很酸。很酸啊！哇。你们两个有病哦！好酸，好不好？哪有？哇！不可以一开始就咬，你要先喊叫。可是我真的不会觉得很酸。我口水炸出来了，很酸哎！需要先喊一下啊！直接咬了，直接咬，咬。不知道。女生好像都比较擅长吃辣的，吃酸。酸吗？你要讲话，你这样我很害怕。是很酸。不会很酸，认真认真，嗯，真的，完了，很酸吗？不酸，还好吧。你在讲是刚才那句话，好吃吗？关掉说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笑。不可以那么早关摄影机。以上就是日本超酸口香糖，超酸。女生觉得还好，女生不会酸，不会很酸。喜欢吗？让你带去吃。好，嗯，拜拜啊。梅花六，蓝色的梅花六，打开放手上，刮一巴掌变红色。屁呀！什么红色？送你当纪念，帮我送给你们。这双最后还送给你们，送你们当纪念。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。是啊。为什么暴气啊？怎么？啊，这是什么牌？蓝牌嘞，送给当纪念了。啊，蓝色的嘞。不要嘛！